来，老弟，话事多啊，卖勉强。两百块哦，那要食干饭，再两百，两百乌猪肉哦。靠，切汤搁甜啊！你话讲卤猪肝面啊，卤豆花是凊彩，你说乌白卤乌白好食。两百块要食乌猪肉，够还饱。是，我今仔做你食啊，我今仔，我当做你要爱啊，你加食啊，够要无啥物啊，食起好汤。做你食，做你食，家己要食偌济，拢食来爽我诶。 先生啊，卖只饭，我无，还要讲完，等下无。有哪要食铁路排骨？要食咸鱼啊无？三百变鱼啊，五变要食铁路排骨，开两百了啊，排骨只食我只啊，一块两百，两块三，两块四，两块五，两块六，七块哦，两百块呢。排骨真正咧上芳啊，一块两块啊，吼，三块四块啊，来五块六块啊，七块啊，安尼两百块，下种要真正有通讲无？真啊，两啊，来三啊，来四啊，来五，五够啊，六啊七啊，两百块要来无？ 这铁路排骨，哎，多少？来，多少？来，小姐。来，小姐。对对对。三，七，六，三，四，来，五，六，来，七，两百六。拢有啊。阿姨啊，你有啊无？来，咱们刚刚包好这个贡，这阿爸贡完，这两天给到我。没有吧？成功给的，阿爸贡完成功给的。包六贡完拿钱的举手，举手，谢谢，谢谢。你几个？ 最后一个一百，要食哦，八百块还最好食哦。八百块完哦，这个无同的哦。三百变二啊，我变同款钱，其他计来开一百了，一百块。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一百块。阿爸讲完一百，要食哦，变来哦。拢无阿明啦。啊，我今日去做点早会先。收。哪四个啊？来装包啊，来装包，拢无啊。 来五百，来手做我是阿姐。有人要食迄个鸡腿骨无？三百八二啊，无分这我上全部搞八块，大家都搞学落的吼。这鸡腿卷，想要食免三百二啊，无来两百三，要食两百块，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、五条、六条、七条，唔免三百，这三条我送你，开两百尔，两百块。啊，这三百。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、五条、六条、七条，唔免三百二啊，无来两百再搁送你啦。来，谢谢。 来，金龙双叶，金龙笑笑，真正好食。两百个要来哦，鸡腿骨吗？啊，这要来哦，两条、三条、四条、五条、六条、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十条，拢阿几块？你要取货吗？你要什么？妹妹，你要什么？来，一种薯条，一种薯条，鱼翅跟冷酱，你要哪一种？鱼翅一种是黄色，一种是红色的。我甲你讲哦，鱼翅跟冷酱，我只甲你讲简单了啊，一个是羹，一个是汤。 你个鸡一包鸡，一包较贵啊，一包较好食啊。啊，唔是讲一包好食啊，一包算吼成本较贵个啦。哦，一包应该十个八，十个拢搞学落有对个啦。吼，嘿，啊，这鱼翅鸡啊，吼鱼翅鸡，这一只两斤啊，这一只两斤外口煮，一只拢四百零块啊，这无好笑个啦。吼，嘿啊，这四四啊鱼加四啊鱼，这两包价格就要到八九百块啊。你先加钱个先啊，妹妹，两百五十块了，鱼啊五六，两百五了。 啊，鱼啊，我个要食一包哦，鱼翅跟一包是好吃啊，最后两包无啊。鱼翅跟，哎、欸，我需要要求较好吃哦，两百五最后两包没有了。好。鱼啊，我个要食哦，鱼翅跟。一点啊，迄个。我随便用哦，我以为我刚刚就是先我随便买。你们是几点开始？我五点。一点半左右。哎，你多少钱来啊？这上吊没？ 你无做咩种啊？没有，我刚才。哦，啥？谁啊？谁啊？这个红烧狮子头啊？这上好食，这个你个卤大白菜，这一包十条，这我卤好一包百五呢，百五加百五的。三百。免三百，俗个好食，你一个买啊，开两百了嘛啦。一包搁送你啊，一包搁来啊，四包拢互你啊。啊，一包五十块，你食无只好食啊，我袂敢骗啊。两百三要食红烧狮子头，这就是你卤大白菜有够香的啊。来，两百三要食红烧狮子头。好啦。来。 来两百个，要吃哦，两百块，两百块咯，我跟你讲哦，这种物件你无买袂使，你食看看，一百了，你试试看看一百块。啊，袂你两包，包括两包。你大家买一只大白菜，甲卤卤去全年买，来这一百个要来无？试试看看，真的非常好吃。什么？五块呢？双四四包。七块。七块是阿婆，你要四个？两百块。哎，两百块。那你要几个？ 你要啥物？鸡块啊！鸡块你顶头无买着。对啊，我在这边买一个，我刚卖完了。
这内容是我讲真正，我直接观察说负债人，真正都要食辛苦啊。来，想要食一几块，买三包，以后两百块了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两百了。我一个啊。再个送你两百，再个来，我几块吃啊？你个头好吃啊？两百块了，再个你，再个你头头做，唔是叫你一个吃好了吼？哎，啊，两百块，这一半拢两块，两百块要食几块无？拢有啊。而且，没啦，你挂的好多，不要变衰。家己慢慢挂的。干杯！干杯！他们叫这个背包的。哦，背包干杯在哪里？谢谢。孙子姐被包了，被包了，真的吗？来，我们。你赶时间了。你赶哪可以啊？可以挺好放的，你赶时间了。多少？几千个？两包。两包呢？那边干杯四包了啊，四百块，四包，这是包八包，两包千包吧，四包了，我今麦要赶这。四百了，我干杯低估不了。四百块，而且我干杯四百块。美女，你要吃鲑鱼啊？五百块的话吧，我发了。是厚切的吗？厚切的，一块五百，两块五百，三块五百，四块五百，我给你买袂着，六块给你，来五百块的，来谢谢。这鲑鱼第二箱啊，多利鱼，多利鱼可以。你有哪要吃蛤蟆无？就当归炒菜，各位姐妹，一盘十块了，水包水油你连带都免带了，马上给你十块了，十块了啊，蛤蟆十块钱，十块了啊，马上包，马上给你，连等了你都不用等了啊，十块了，四个，你包几来吧？来个呀，七个来，你包个，阿文包几只？还是叫做多少？八个。八个啦，啊，多一个人过来，讲食啥多利鱼哦。啊，这个几分啦？到位。啊，是啊。这多利鱼无鱼无贵无贵，鱼啊嘛又要来豆腐，我绝对无好难的吼。这餐厅一个吹起拢三百几块，三百多块一袋尔，做泡泡水，这比雪梨的鲍仔鱼哦。这三袋吹起几千块，唔免一千，唔免八百，三百块了啦。这个上帝啊，三百了啦。你看人好食拢买两份的哦。这肉真正顶骨无硬面，你只买两块两百块拢会当食啊。三百块要食多利鱼哦，三百块，三百块了，三百块。沙巴拢有啊，八沙多利鱼来，阿姊要不要？真正八幼面面丢袂了，迄个当用炒的煮糜，啊用煎的，凊彩你煮啦，规地拢肉尔，这无饲的啦。沙巴拢有啊吗？这阵子四包你话唔好买，无你食好卖好无？这八真正有够优势的啦。你要先客啊，我客拢客位啊。我这个客啊。这酒到底要无啊？真正无啊，沙巴好贵的，三百块钱啊。今仔多利鱼袂了啊，拢无啊。贵贝巴拢要来啊！你要贵贝巴三百块了，三百块了。这一份固定三百，结果要退冰一包就250了，这两包的五百块，退冰直接是非常好吃三百了。这包个送你三百好不？这包个送你三百哦，这贵贝巴包鱼哦，三百块谢谢。这包卖别个送你，上我等下吃三百。这我见这包鱼了，什么？最后一个三百，要吃哦，贵贝巴，贵贝巴包鱼啊！这退冰的让吃，这上好吃三百，最后一个上面吃，四包你买无啊？我讲真的啊。五包好啉啦，五包啦，三百块了。最后一个三包片来无？贵妃包片，收起。啊，恁全部人不要买一只哦。哦，后礼拜恁就无这个鸡人买这哦。啊，后礼拜鸡啊全部我拢变大只啊。哦，来，五个人买鸡啊。这只叫啥？这只叫虫草黄金鸡，贵只啊哟。五个人去搞买鸡汤，啊，贵只鸡啊，卖千八百、六百、五百，我这拢唔免。五个人去买鸡啊，后礼拜继续无同哦，买这礼拜最后一公斤买，上新客钱的生苗，两百了，来两百块，贵只鸡啊，两百块上面只黄金鸡汤、虫草鸡，两百块了，来收。我老婆讲我也吃嘞。哎，你有要食白灼肉只了无？白灼。白灼去食。哎，对，细只，我哪会细只了？你也搞不了，啊，啥没搞不了？等一下才要付呀。没有，我只来了。啊，你提而已，三百块钱吧。好，蛤蟆我哪只有哩？一行一行啦，好，我无大家人咧，我乱。哦，一行一行啦，哦，我无大家人咧，我真正无落我鱼啊，哦，歹势啊。来，这白蛇上面是三百片鱼啊，五片，开两百了啊，来两百块，两百块，要不送你两百，这，嘿，这个来两百，这个来两百，这个送你两百，这个来两百。来，这个哩，诶，这个我送你一样一样，诶，啊，无安尼，大家咧乱哩吼，会乱哩啦，唔是讲安怎啦，啊，无是我乱啦，两百
个要吃白带鱼的无？200块，你唔好看这细只，你真正下家方便是最好吃的。有啊哈，啊这你个买个啥？你话我讲我帮你。鸡200块，鸡200，谢谢你啊，大哥，谢谢。来，鸡啊包几条鸡啊？包我了。咸猪肉给我。海藻。咸猪肉海藻给个，啊平平莫海藻，咸猪肉上条呗，300了，300块，一条两，三分啊，两条，这次会很贵。我今天去，六条、七条、八条，你看咱的咸猪肉好吃，一家人买三份啊，咱袂解平，咱的咸猪肉逐个买逐个好咯，小排300个有买来无？啊，是有人你看这边我咸猪肉想要试一下，150，看看咸猪肉，非常好吃哦，伊这袂死咸，啊，150啊，试试看看，150，150，哦，你唔定，我买我这边150吃看卖啊，我袂敢食啊。这一个月卖啊，这不是卖。你可以等下年菜试吃的啦。谢谢，感谢。拢有啊，谢谢大家。来，阿哥来，你介绍。海藻。海藻可以，阿爸海藻。蟹味棒，什么酱啊？蟹味棒，一盒一盒的吗？一盒一盒的蟹味棒。对啊。一盒一盒的哦，好，来谢谢。那这我不该好笑，我卖恁的鸡丁，应该是我后买无啊。哎，咱卖这些真正太小利了哦。这蟹味棒配面就当吃啊，这一份五号鸡啊，搁两份500，这两包值1000，唔免1000，500，剩下300就好啊。一包搁送你，一包搁来，一包卖你。